啊，张委员好，主委啊，高湛啊，哈，我刚很用心的去看你这一本的，我们的客委会的业务报告啊，是，这里刚你改写，你是说基本上改写，口头报告是我写的，真的你写的吗？哎，是，22页你自己写的，你写写啥我都看拢无。看起来很有魄力的哦，但是写的有点开玩笑。不是，我是说口头报告部分，我是根据这个业务报告来浓缩的。啊，基本说不是你写的对吧？我们中规处呢，我是平常说我在讲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他这个写的太浪漫了，我都看不，你知不知道？上面从做了什么到为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我写的啦。啊，蜗牛年币到石头飞起，你写的写啥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，我们刚才有讲过，是不是可以重新革新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客家行政方面呢，希望有新的作为、新的思维，是很好啦。有新的作为，这个很好啦。看我们整个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业务啊，从量到质全面来做提升，这个是好事啊。但是呢，也不是只有作文啦，还要看一些比较具体的啦。我想来就教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客委会啊，我们办了很多计划啊，注意哈，是我有一人我来看不，你有一个客游世界逐梦的计划，是有这个哈，有这个是没钱咱就给他啊，规划到哪里就可以玩到哪里，就可以爽到哪里的计划是不是？不是，跟委员做一个说明，这个计划呢，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，那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青年呢，到海外去做逐梦。他的逐梦的领域呢，包括的整个探究我们的客家文化，那么同时培养自己的本身的一些的国际观、国际视野跟国际经验。那这个是经过呢。我们的一个程序呢，必须呢要做一个筛选啊，一个甄选啊，回来以后要做一些的成果报告分享这样。您这个拢注释的答案呢、啊？啊，你有要看内容吗？你有一看迄回来迄报告无？我真认真甲恁看嘞。恁那咧创啊？你知不知？恁那拢咧佚佗的，环游世界，到处玩，到处给钱，消化预算。去看要安怎啉烧酒的后尊生哦，看人家就酿酒的，酿酒当然是一个文化啦，这也很好啦。但问题是，有时候你去看人家酿酒技术的学习哦，不是说不可以啊，还有饮食，我们这个叫客委会嘛，你总要跟我们客家事务委员会有一点沾上边才可以啊。那、回来再给你写一个，好像那个租车的钱，如果再多给多一点的话，会更爽。这个有点胡闹。一年我们花多少钱？看人数了，大概最多每一案是30万嘛。每一案最多30万，哪送你知不知？所以我就觉得怪的，今天你都用客语这样子来做报告。你就怕这些记者听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委员他们听不懂客家话，我怪你打到阿天阿雷。报委员是因为这是传统的惯例，被要求用客语来这个做业务报告。我们任何的一个补助啊，至少都要有一点点的正当性啊。这公堂这个钱都来自于民脂民膏啦。注意这我认同。这给你勉励啦，办了很多活动。你说从量，任何一个主委来都希望办很多计划、很多活动，这个都可以理解了。但不能只有量，不能把那个名目列出来，你至少那个值要去做一个提升，让人家感觉我这个钱花下去有正当性。那、这个是通过初步的一个考验呐。注意我应该我咧讲你有认同啦哈、我认同。那第二个就是说啊，你像我看你们很多活动的一个。安排啊，不管是行程啊，或者说你这个以后你们内部的作业要点，你至少你要做一些限制啊。
很少看过一些活动啊，说申请人我可以来自己来安排，然后安排说我要去走哪个地方，我要去玩哪一个地方，看哪一个地方。我讲玩不好听啦，但是在玩中学习也非常好啦，很正式。你说工作把它当成游戏，把它当成玩，这是心态调整的问题啦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我自己来安排，想要来对，啊，看到对，七头到对，啊，连到中国都没关系，到全世界哪里都没有关系。那中国那边有很多客家嘛，这个都很合理嘛，哦。那问题是说，这个会不会怪？有些活动该别的机关去做的，客委会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啊，要想一下。你比如说到中国的，人家搞不好跟你说陆委会就可以了。我们没有到中国的。我说人家，哎，你没有限制啊，你没有限制啊，但是还没有出现呢，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要跟你谈的不是地点，我要跟你谈的是说，你事先你就要有那个标准要出来，你的作业要点要出来啊。啊不，诸位，如果台下等一下有人，我要跟你讲说，我也有客家的血缘。我的阿公阿祖以前也是客家人，我想到慕尼黑好了，到德国或到什么地方，我要去看那个裸奔，现在很流行嘛，还是一个文化，申请给30万，通吗？我们每一年大概有70-80位来报名，那提出他们的计划，我们也经过这个整体的一个征选，还有这个面试等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。那对于他们这个出去之前呢，我们也看仔细看他们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规划。哦，我跟你讲一个啊，你这个计划爱设计唔好跋倒，保命防跌的学习与奉献的旅程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吗？哟，你当主委没有办法看这么细啦，但这个都不应该啦。哦，注意，是时间没有那么多了。我另外还问一个问题啦，在我屏东地区，我们内部有一个六堆那个，哦，我们有一个园区嘛，是那个 OT 案现在怎么样？那个 OT 案在101年的时候 OT 发包出去，但在102年的时候就解约了。是啊，为什么就解约了？事前我们到底有没有评估？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弊案呢？我们就依照法定的一个程序去做处理。什么的法定程序？你不知道你啊？这个 OT 案我们跟谁签的？这有关细节部分是不是请客发中心？你不敢讲，你拍谁讲？不是的，日盛生啊！现在全国各界听了日盛生，把酒都给大粒起来啊！为什么去把他这个合约10年，你把它终止掉以后，一毛钱都不用给我们政府啊？天底下在我们全中华民国到现在一个 OT 案，去把它终止掉，说厂商就说再见，我不要了。签10年，营运多久？多久？哎，营运9个月。9个月呢？啊，就你们双方讲一讲，红酒喝一喝，说好 ，OK， 再见，一毛钱的违约金都不用，谁去谈的？诸位，这上面两句讲诶。哦，这个内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。你上面不清楚，你海上都不清楚，那看谁清楚？就这时间弄个给干嘛扣掉了吼？哦，这个跟日式式的解约都依法律的程序啊！你别讲依法律吧，依法律的 OT 10年，那你只会讲那几句话是不是？依法律，我立马给两千的违约金等哎，全部都不用。当初为什么要 OT？ 这是我们各位没有能力嘛，希望别人来帮我们经营的更好嘛，利益良善。结果呢？高高位胎死腹中，不是胎死腹中哦，生出来以后就夭折了。你不觉得很怪吗？都没有人去了解吗？
是因为日升升可以直通我们总统府吗？没有，他是经过这个仲裁的。啊，对了，仲裁啊，你说双方啊，你们到最后是双方取得共识以后结束合作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注意啊，你们人我别下你我别讲，要去了解清楚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也底下哦，你们不可以尽信，你知道吗？耳朵长两只嘛，对不对？左边有时候听，右边把它当成那是假的，就出去就好。有时候该从右边听进来，就要从右边听进来，不要从左边听。另外啊，我们看到我们客委会，我去看了你的去年的第四季的补助的一些情况啊，以后要改进了。我看这个几乎很多都是绑桩的活动啊，不是不能补助啊。我那个看我弄桃竹苗啊，不然就台北市，你知道哪一个地方在补助预算金额最大吗？台北市。台北市在办活动时间点都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？快选举的时候。那盖子的小丑陋，你如果要这么粗鲁的话，这些就全部放在我们屏东，也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你记住嘛，看优秀淡薄啊，这个欺负我们屏东，屏东在申请了什么30万、60万，台北市在给的都400万、600万，你慢慢大细人查者，注意你对人，我屏东，啊，你屏东，你屏东能坑阿少？没有，报告委员，我等下来讲一下，你用讲个未听的，我来讲、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根据他们这个计划申请送来，我们这个做审核补助的，不是啦，那个不能这样子啦。明眼人一看，都是放在桃竹苗台北市啦，这样子也不好啦。你放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放那么多台北市还不是输掉？你桃园还不是输掉？你新竹还不是输掉？你那个就有量没有值嘛，钱乱花嘛，砸越多，你就是嫌你的票太多。那个活动有的乱办，要改进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那个 OT 那个哦，你要给我一个报告。好的，我会提一个书面。那个我会继续追啦。好的。那个太离谱了，好不好？是。